要去名古屋。到了啦，到了到了。你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什么？上面有忍者哎，出发！你看，那里有一台钢琴。哇，日本的夜景哎，看起来好美哦。你看，我们下次要搭这一台飞机回家。你点的什么电影都知道哎、欸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可以啊，好吃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哦，好满足哦，吃饱喝足要去搭车了。搭电车，有障碍的馒头。哇，好轻盈啊！我们去买票。他问你要不要收据吗？很焦虑。来，很焦虑。你买到什么？买到了。就是这里，所以我们要进去等我们车子。我们要去三号、四号、五号的车那边。我们要进去搭车了。上去，上，他们也怕你啊。好，掉衣服的地方，哇哇哇！可以，你看这是我们的房间哎，好大哦！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行李要放哪里？门口啊，门口门口。这是我们的浴室哎。
小而巧。贴心服务，他说床下有空间可以放行李。